幸运，中横撞见台湾长鬃山羊。哇，真是太幸运了！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只是台湾长鬃山羊，它可是珍贵稀有的保育动物。台湾长鬃山羊就是俗称的台湾羚羊，不仅稀有，最重要的是它们生性害羞，都躲在峭壁的岩缝中，看到人就闪或躲起来，难得一见。昨天苹果记者在中横上古关到德基路段的青山河床拍到这头约30公斤的长鬃山羊在河床上喝水，他一看见有人就跑往树林，一下就消失在树林的峭壁上。保育专家说，长鬃山羊很少出现在河床上，是因为夏天山中缺水才会跑到河床上喝水，能够近距离拍到它可以说是非常幸运。动新闻，好可爱的山羊报道。